今日飞雪连天，各位老司机车辆注意减速慢行，出门戴好帽子，防寒保暖。没有帽子的朋友可以抖动发热，如果抖一抖还不能温暖你的话，那是时候来点刺激的了。欢迎来到怒晴湘西之极限挑战。在之前的几期中，大兴安岭穿过袄仰过雕，雪地中央摔过跤，在塔里木上过山下过乡，沙漠里边扛过枪。这一季的挑战，我们将去往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湘西，带你深入平山，与土生土长的小动物亲密接触。这趟行程你可能会面对心理上的种种考验，也会遇到体能上的极限训练，更有可能面临艰难的人生抉择。空投落地后，节目组特别筹备真人野外刺激战场，自由切换场景地图，祝你开门大吉，今晚是鸡。本季节目阵容强大，目前已确定的嘉宾导师有鉴宝不如挖宝爽、陈玉楼、百分百空手劈大石、鹧鸪哨、不做女王做跟班、红姑娘。相信在他们的带领之下，你一定能克服心理障碍，挑战生理极限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怒晴湘西之极限挑战第三季挑战团成员招募中，有勇气、有毅力、有特长的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快拿起手边的大哥大，拨打节目报名电话吧，全员集结，缺你一个。1月21日锁定腾讯视频怒晴湘西，怒晴湘西小剧场邀您一起收看嘉宾天团的户外直播第一现场。